哎，帅哥，等一下。啊。来，你先把这个放下。刚刚是你从那边过来吧？对呀。来来来，你过来一下。来，你看，这个是你弄的吧？不是我弄的。不是你弄的，你看这地上的树枝，只有你从这边过来。那有可能是刚刚不小心刮到的吗？不小心刮到的，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吧？那要不我给你赔吧，你说多少钱？这修一下至少得两三千，我告诉你。这么多？对呀，而且你们这荒山野岭的，我上哪儿去修呀？那你说，关键我出来我身上没带钱，要不你跟我去家里取？你家里离这里远不远啊？就在这山下面。行，走吧。哎，你出来砍这么多柴干嘛呀？弄回去烧啊。弄回去烧？现在都是烧天然气了吗？我们这大山里面哪来的天然气啊？都是砍柴烧，又不花钱，对吧？这风景还挺好的。大山里都是这样吗？这就是我家了。哦，哎，你们这房子年代应该挺久了吧？有四五十年了吧。哦。这个别乱，随便坐一下。好，等我一下啊。行。哎。先喝杯水。啊，行，谢谢。姐姐好，我到这边来那个旅游，然后想过来喝杯水。不行，你得走，过两下钱还回来吃烧烤。嗯，你给他们那边吃烧烤。不用不用。哦，好，那个就在我们吃烧烤啊。这也太客气了。就是吃。不用了不用了，这也太不好意思了。这个还挺好喝的，你家的呀？哦，行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家里没菜了，我做只鸡招待你。哎呀，不用，快把它放了。你看，抓都抓了，再说是自己家养的，不花钱。这多不好意思呀。没事。哎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叫小月。我叫个小月姐。行。对了，啊，行，车的事情我自己走保险就可以了。你看你们一家人都这么热情，那多不好啊。没事没事。我就吃饭去。走吧，我们先回去。小浩，你今年多大了呀？二十二岁。哦，那你有没有谈过女朋友啊？没有了，谢谢。哎，对了，就是平时的话，只是你跟你姐姐两个在家吗？记得你爸爸长什么样子吗？不好意思啊。那你妈妈呢？没看到呀。很多年没回家了。哦。那我刚刚看，就是你们这里好像就是老年人比较多，年轻人都没怎么看到哎。那你们怎么还待在？大山里面不出去啊？我姐姐她身体不是特别好，所以说就一直在。
都成这个样子了，这个我们自己的。行，行，谢谢你们快吃，你们快吃。你快点吃。嗯，哎，姐姐，今天真是辛苦你了。没有，随便吃啊，不客气。嗯，随便吃。好，行，那你们快吃。椰子。好。椰子。哎，姐姐，阿浩，就是我吃饱了，你们慢慢吃啊。我吃饱了，今天的饭菜特别好吃。哎，对了，姐姐，你今天来的比较匆忙，然后什么也没有买，这里有个红包，你把它拿着。哎呀，你不客气了。你把它拿着，这是我的心意。嗯，然后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不用不用，你们吃吧，你们吃吧。嗯，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行，嗯，拜拜。是告诉你我名字了吗？刚不是说我们家这个茶叶好喝吗？我给你带了一点，你也带回去。哎，不用这么麻烦的。哎，你拿着嘛。你这也太客气了。拿着嘛。那我就拿着啦。